从这段时间的纷纷扰扰，的确对国民党的这个在桃园的形象，我觉得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，以及在会影响到外溢到其他的县市的选举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国民党来讲，特别是年底的选举，已经带到了一个算是一个危局、一个困局。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呢能够把目前的这个问题给它解决，而最好的还可以形成一个未来的一个惯例，而反而呢可以赢得更多党员的支持，我觉得才是更重要的。所以在这个目前这个难题之下呢，那我个人提出了大概四个解决问题的原则，也是它的方针了。第一个当然就是参选一定要平等，也就是既然是中国国民党党员，如果他愿意参选的话呢，那站在中国国民党都应该保持一种乐观其成的一个态度。那每一个要参选桃园市长候选人的，在他宣布那一天的时候，其实应该就把他的户籍先交迁到桃园市，这个也是对桃园市民一个尊重嘛。好，那再过来呢，那当然是党中央如果有多人呢要希望能够参选的时候，当然可以产生一些协调，但是在协调如果不成的情况下呢，那就要尊重每一个党员参选的这个意愿跟他平等的一个权利，所以这时候就要进到下一个阶段，就是所谓的初选的一个阶段。所以我个人认为说，如果协调不成的话，当然应该就要进入到初选的阶段。那第二个呢，那我觉得是最重要的，而这个第二点呢，往往是国民党目前所忽略的。怎么讲，就是我们要用政策去服人。我们现在所谓的民调，就是马上透过一些电话去了解你大概支不支持这个人。可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话呢，对有些参选者是不公平的，因为他本身在外面的声量并不怎么高，或者熟悉度不高，但他本身又很有能力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说，其实对于这些具有争议性的县市，应该党部来举行一个初选的说明会、政治说明会或辩论会。比如说两个主题，就是你对于参选桃园，你有什么建设的方案、建设的政见；第二个呢，就是你又如何才能够打败对手，而或让国民党赢得桃园市的选举。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透过现在的网络，包括党中央可以来办，地点呢可以公开来办，也可以通过网络，或者像脸书一些自由媒体的转播，让更多人他们是因为说我们听了他的论述跟政见以后，我们愿意去支持他。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，可是这个过程对国民党现在来讲都把它跳过去，都忽略过去。所以这个阶段我把它叫做政策服人的一个阶段，就是国民党要得到别人的支持是靠我们的理念，靠我们的论述。那更重要的，其实在办这个初选理念跟论述辩证这个过程中的时候，也是一个社会宣传的一个机会嘛，让大家知道国民党愿意去做这些事情，也可以抓住社会多非常的关注。我觉得这对提升国民党的形象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那第三点呢，我就认为说，其实我们要尊重党员。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区域性的全民调啊，基本上他把党员跟非党员是看成一体了。可是中国国民党毕竟是一个党员为主体的一个政党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对这个具有争议性的县市，甚而至将来以后的党主席、党的其他的这个职务的候选人的产生，都应该最少有50%的党员的投票，让党员在决定这个候选人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权利。所以第四点呢，就是我们也要尊重民意。尊重民意，因为你要选上市长的话，光靠党员是不够的。所以目前的尊重民意，我觉得是很好。所以我认为进入到初选，当这个政策辩论会以后呢，那就是50%的民调以及5%的党员的投票。那我这样子如果产生的时候呢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优势嘛，因为这也是尊重了党员，也尊重了民意。那让一些在地他耕耘很久的人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照。那在社会上有一些名望的人，他也可以得到一些相当多的一些支持。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原则，也就是参选的平等、政策的服人、尊重党员以及尊重民意，我觉得如果说中国国民党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机会，正好趁这一次桃园有一点像不好讲，就是说媒体所谓的鱼死网破，那我希望鱼也不要死，网也不要破，我们来补破网嘛。那中国国民党能够亡羊补牢，其实为时未晚。所以借由这个机会，我们把整个这个初选的制度，特别具有争议性的桃园市，我们把它拉过来以后，我觉得这样子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才会让彼此之间就没什么芥蒂，而让各个地方呢，他们也得到的一些尊重。我觉得这样子下去的话，对国民党反而能够化这个劣势为一个优势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。所以我今天所想讲的，就是说，现在问题已经造成了，现在困局已经形成了。国民党现在更重要的问题，不是说
去找哪一个候选人，而是让哪一个找候选人的过程让大家能够满意。程序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，当我们程序得到满意以后，我觉得每一个人甚至外界都会愿意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，大家才会共同的团结在一起，为中国国民党、为我们台湾、为中华民国奋斗。这是我一点粗浅的看法。邵总这边想要问一下，就是除了桃园之外，其实人家说台北也是争议不断，就是现在人家说像是有小鸡们啊宁愿找你合照，就是觉得说国民党现在有点群龙无首，尤其是那个蒋万又要出来不出来的，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？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当很多的的确很多现在国民党的初选他们要参选，他们希望我能跟他合照啊，希望能跟他写个推荐信啊，那站在我的立场，只要是优秀的国民党员我都非常乐意嘛，因为这是一个为党为国家举才。第二个呢，我当然认为说蒋万安也是个非常优秀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参选人，我觉得党呢应该给他一个更多的发挥他理念跟政策的一个机会。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党应该采取一个立场，就是鼓励所有的优秀人他们能够参选台北市长，那把时间公布以后呢，只要他具有参选的资格，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参选。那参选还是回到如果很多人报名，那党中央当然他的权利，他可以先来进行一些协商，大家互相交换一下意见，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但是如果说哪些人他很坚定的参选这个党主席的时候，不参选的台北市长的时候，那我觉得党中央也应该办初选。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就公开的讲过，我觉得对蒋万安来讲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但是如果有党内的初选的话呢，他能够打败对手，因为天下是靠打出来的，不是安排出来的。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击败其他的愿意参选台北市长的候选人，我觉得对蒋万安来讲他既有宣扬他理念跟政策的机会，又能够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。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，任何一个地方英雄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，英雄不是安排出来的。那即使党中央要安排，我觉得站在蒋万安的立场，他都应该希望党中央能够办这个初选。如果有人愿意跟他竞争，他是非常乐意竞争。我相信以蒋万安的能力来讲，他应该也非常乐意去采取党内初选的一个方式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制度。那我的看法就是说，如果党内初选像台北市，我也是希望说党其实要不厌其烦。什么叫不厌其烦呢？第一个，你就办一些政策的说明会，或者在中央党部你可以请他们来发表政见嘛。透过网络的报道，其实更多人会了解中国国民党他在关注什么事情，也可以避免到现在对国民党都是一些纷纷扰扰的这些议题嘛。所以我的看法，这个初选的辩论跟政策说明会是重中之重，是一定要办的。第二个呢，我非常的认为就是党员的意见要被尊重，因为既然他加入中国国民党，他不能够在台北市选举、桃园市选举，甚至总统选举中，党员的意见都不算数，所有变成全民调。那我请问一下，加入中国国民党还有什么意义在呢？中国国民党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理念以论述为主导的一个政党，透过这个台北市长，或者甚至是桃园市长，或者未来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选举，透过多一点的政策辩论的机会，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候选人，而不是因为这个人他在社会上多有名，而是因为他的主张的确可以老百姓带来更大的福祉、更好的利益，这是在投票给他的。所以我的逻辑就在于说，我对于桃园市长的建议，其实同样适用于将来如果台北市长要办初选，也应该来比照的办理。那我当然站在我的立场，我真的说我们的蒋万安先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，但是我也相信蒋万安绝对不会畏惧任何人跟他在初选的挑战。那党呢，其实要给他这个机会，而不是阻碍他这个机会，这是我的一些浅见。有人认为这一次的罗志祥的事件啊，朱主席仍旧摆脱不了地方的绑架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当然朱主席他作为一个党主席，他应该是全面去看任何问题哈。那最好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按照制度走。我常常说，只有无私才能够团结，只有制度才能够服众，因为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。那如何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制度，远比主席去喜欢或者不喜欢人更为的重要。因为一个党的决策是由整个党员所共同形成的，所以我在这边，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国民党在整个初选过程中的时候，一切可以按照制度走。所以我今天所提出来的就是一个初选的一个制度。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而且呢没有污染，儿童孕妇呢都是很适用的。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机呢？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。